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董，今天来说一下厨房的干货。我们厨房标准看到一个空间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的设计呢？其实厨房的干货就在它的设计动线，这就是我多年那吃饭的工具，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哦。一般正常我们会思考的冰火水的三角黄金动线，那冰箱、水槽、切菜面、烹饪、那出餐这五大循环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循环哦。那再来才会思考的，你整体的封闭式或开放式厨房。那开放式厨房，你就要留意你的抽油烟机，那你的黄金动线，那不然导致你的油烟会在客厅或者是在开放区域造成烟雾弥漫哦。所以以下假如有遇到这些问题的，想要了解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啊询问，那我会热心的帮您解答。以上是我简短的介绍设计，那谢谢大家。